方董，哎，你找我有急事儿？今天要请客人吃饭，我想让你陪我。哦，这今天是周末啊。没事儿，算是加班，一定有加班费。这么好，有的吃还有钱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来坐。哎呀，这餐厅看起来就不错，啊？这菜这么贵啊？你今天要请的是何方神圣啊？啊？等一下就知道了。请。来，小琴，坐。啊，请稍后。方董，谢谢。嗯，杨启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哦，本来说大家都认识，一起吃饭比较热闹，对吧？哦，哎，方董，明明是我欠你人情，怎么总让您请吃饭呀？其实我早就想带你来这家日式料理，正好上次吃饭的时候有机会邀请。来，今天的菜你点。好，我平时不怎么吃日料的，您点什么我就吃什么吧。啊，好。服务员，啊，您好，请问您要点点什么？三文鱼甜虾拼盘。好的。还有寿司拼盘。好的。炸土春鱼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先生，请问想吃点什么呢？那个，这虾。好的。那个。白子，好的，差不多就这些吧。好，请稍等，我们的师傅马上就来，祝您用餐愉快。您请。请慢用。嗨，有需要请按铃。杨启明，嗯，你身体最近是不是虚了？什么意思？你点的这个白子是恭和团的金朝。拓客传媒已经向你公开道歉了吧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事儿还得感谢方董，我来敬你一杯吧。来 ，Cheers。可是您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就一杯酒就还了。不会是又要请我吃个饭吧？这样太没创意了吧？我想，我们吃完饭以后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听说那个地方今天晚上会很漂亮，哦，这样才对嘛。哎，杨启明，嗯，你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吃完饭就可以回家了。没事儿，你们都喝了酒了，开车也不方便，我就开车把你们先送到，我自己再回去也不迟嘛。那好吧。杨启明，附近有没有篮球馆？怎么了？方董想打球啊？突然来了兴致，哪里组一局吧？但这个点儿，我估计好多人都在上班吧。那可惜了，从我回国后，一直都想打，都没有办法，因为在这个城市里，我没有认识的人可以跟我一起打。哎，想打球简单。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Hey!
军，你今天突破很犀利啊，让我觉得你腿都变长了。全是今天篮下那几下真硬啊。哎，文静说，不管哪支队伍在赛场上遇见咱们，他必须得搞清楚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华玉。第二，我们。会接话了啊。来。我们兄弟，只要有我们在，就不会有危险。来吧，我们永远都不会抛弃你的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。那好吧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，方爱露？难道你忘记了你回来的目的了吗？